老师说 ，How many lines do we need to make a 什么？我们要做一个的时候呢，需要多少条线 ？Line 是线。学生说四条线。那选项一的答案叫点 dot， 画个点要四条吗？选项二 circle 叫做圆。选项三一对叫做 a pair 一对。那选项四正方形，选项四正方形 square， 长方形 square， 正方形才叫 square。所以答案是正方形需要多少条线？我们需要四条线。